心酸。好的，谢谢小溪。小溪的今天的表现很到位是吧？小溪这几天看起来是有点疲惫。我们接着继续比刚才的比赛。法仔哥说，那个票多的，第二轮票多的先来，然后第二名正在轮着来。法仔哥不得来挂，点杠。还是彩三麦第一个，彩三麦现在706票。我们尝试一下，看法仔哥的建议，票多的你先来。老哥来了，茶茶卖稳了，我看。欢迎老哥，谢谢老哥的人气票。家人们，我们第二轮比赛每个人都是小星星啊，没有音符了，因为是一个一个单个的出场。再不努力学习才艺就被淘汰了，下次就不会来直播了，今天给他压力，他本来就是没有人才让他出场的，现在他这个态度，今天没人了。这个我不会告诉他，我已经心里有这个有底了。不会上学，他没有上学。
零九票的人们，旁边用心打扮的好看一些的。谢谢老朱哥的小心心，现在彩彩们400票，家人们，小布丁，我通常都不充值，都是各大直播间捡便宜。现在彩彩们428票，喜欢彩彩们的可以支持个小心心，家人们。老挝直播间竞争太激烈了，妹子们要努力再努力睡啊。谢谢老朱哥，谢谢小布丁。谢谢彭刚哥。现在441票，彩彩妹。OK 了，448票。第二个是，不明，你小查的秘密的脸，448。小西第二个，啊，小西跳了。小西先找个音乐，OK 了，小谢订那波先啊，我小谢拿出100%的状态，给妹子们压力，学新歌跳新舞，钱不上班好挣的。每周每月评比最佳原最佳进步奖给端队长，这可以啊，他现在他们在上学，兄弟们没那么多时间全新歌，彩彩妹跳得越来越厉害了，是吧？家人们喜欢小西的歌支持个小心心，现在小西59票，谢谢628哥，欢迎任贤哥，谢谢李子王，谢谢文仔仔。
谢谢八八，谢谢八八哥，谢谢六二八哥。谢谢六二八哥的小星星，谢谢五二哥的小星星，谢谢风速四万里的小星星，谢谢五七六的小星星。现在小西是318票，家人们，把咱们密切注意这个小西的票数啊。谢谢六二八哥。现在小西385票，家人们，谢谢，谢谢923个，谢谢六二八哥的小星星，谢谢六二八哥，谢谢923个的小星星。现在476票，小西。493票，家人们，小西493票。还差几票？现在超过彩，咱们还差300票，还有50秒，家人们。谢谢香风哥，感谢香风哥的小星星。现在587票，现在634票，才小西640票。678，现在700票，743票，747，750，现在彩彩票是1154票，小西1238票，现在小西领先啊，现在小西领先，现在轮到鸡呀，找个音乐，鸡呀，鸡呀也是不是吓人，
当然喜欢鸡鸭的和支持的小星星对吗？明天也有视频，我在努力剪视频啊，我一直在拍啊。鸡鸭99票，家人们，100票了。鸡鸭他的笑容不错。现在积压192票。
260票，261票。小西加油 ，OK， 你要进步了，对，我的信息搞完了。吉亚这水平估计也是下午的，对的。他们学校对吉亚还可以啊。吉亚跳舞自然好多了。现在吉亚加起来一共是537票，第三名现在。停停，给大家。现在是美亚，家人们喜欢美亚的支持个小心心，通过计时器啊，通过计时器支持个小心心。欢迎王师傅，王师傅你好。效果都是那几个人差，吉亚还是比较努力的。107票，谢谢彭刚哥。谢谢松仔。现在每月120票，家人们喜欢美亚的可以支持个小心心。谢谢冲仔哥，谢谢彭刚哥。现在他们的成绩出来了，基亚537票，美亚241票，彩彩妹1154票，小西1238票，就是第一名是小西啊，第二名彩彩妹。
平静阿广能不能在小溪学校找七年级的学霸了，让你傻找的方法 OK 啊。咱们猜上面第二名，五万老表。小西连续两天得了第一名啊！欢迎自然传奇。好的，谢谢。